不是，这真的很难过。这个我们剧本里面没安排这个，你别这样好不好？真的啊？怪以前你们的那个。你还想他吗？我不是想他，我们的老师告诉你忘不了。忘不了啊？那就是想得厉害了。那你后悔吗？啊，当然后悔。哎呦，你真情圣呢。剩下来的情人，好吧。好，完了。非常感谢我们张丽敏小姐。哎呀，这个象征着我们中国电视公司全新的开始，展望未来40年啊！谢谢，掌声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这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古典美人，就是她以古以今，不但是能演现代的啊时装片，甚至于可以以 model 的身份出现在戏剧里面，同时在古装的戏里面呢，那她这位可以说是比美貂蝉啊！我们一块来欢迎萧蔷小姐，欢迎她。从模特儿到演员，从时装到古装，美人萧蔷的表现再再都让人惊艳。艳牙，我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我不能用这种方法救他。那天在市集里，你偷了我一样东西，快还给我。嗯？什么东西啊，大小姐？啊，你，飞哥好。你好，你好。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哎呀，其实以前我在中视奋斗的时候，那时候萧蔷呢，刚好就在接一部古装戏。古装戏吗？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哎，那刚好我们中都在中视。啊，你没有演过古装戏？有啊，在中视演的第一部古装戏是跟娃娃姐演的，就是《浴火凤凰》啊，那就是那部戏喽。然后我那时候还是新人，但是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样就是大牌。然后那时候觉得娃娃姐就是很漂亮、很可爱，然后非常有大牌的风范这样子。我刚下午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阿狗啊，然后看到曹勇大哥，还有看到马姐，马姐演过我妈妈。然后庞大哥演过我爸爸，是，然后阿牛演过我哥哥，我觉得整个摄影棚都是亲戚那一类。对，好，今天很高兴萧蔷这位大美女来我们节目啦，谢谢，来，我们啊，谢谢，非常谢谢萧蔷小姐，谢谢，辛苦，谢谢您今天辛苦的等待，非常谢谢。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我刚刚所为各位介绍。最近我们中国电视公司推出了几部新作啊，那么比较年轻化、符合时代的这个戏剧啊，其实刚刚有介绍到这新锐的大导演，那么最近在很多作品上面呢，可以说大放异彩，很高兴到我们现场了，我们欢迎蔡岳勋导演，还有于小慧小姐。中国电视公司的推出的《白色巨塔》等等啊，都是我们出自我们蔡岳勋大导演的这个剧组。没有，其实能够得到中视长官在当初支持那样的一个特殊的题材，而且用了这么高的预算跟，那其实那时候是非常辛苦要做到那样的一个戏。我觉得很多的工作人员跟很多电视台的长官协助我们尽力去完成了一个这样很难创作的一种医疗题材，其实我是很谢谢他们。哦。非常感谢他们做到这一件事情。对，我觉得今天最棒就是说，我们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小时候爱看的连续剧，每一个那个 Bibo 啊，哎呀呀。对。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跟这些前辈们，然后一起来共享盛举，这真是我们很大的荣幸。对，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一辈的电视人能够在台湾甚至亚洲开创一条新的路线，也都是这么多的前辈辛辛苦苦替台湾电视圈种下的很多的好的根基。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学习跟了解这么多前辈的制作人跟演员，很多都是叔叔阿姨，我看着我长大，我从小朋友就认识他们到现在，非常谢谢你们，台湾的电视圈有你们在真的很好，谢谢。哎呀，太好了，我们同样也有一个，哎呀，来，非常感谢对我们中国电视公司的贡献，谢谢蔡岳勋导演，谢谢蒋雯小姐，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呢，那就是我们刚刚从头到尾呢，大家津津乐道。那提到他们二位的名字呢，我们很多明星啊都是心存感激。我想观众朋友也要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艺人的角度，有那么多角色可以演，有那么多故事可以参与，有那么多历史，我们透过戏剧然后可以略知一二，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推动摇篮的手，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戏剧之母。我们欢迎周游小姐李朝勇先生。是回娘家。是啊是啊，四十年，我三十几年都在中视，从没开播一直到结束，到今天没有开播就到今天，哇，不得了，所以我感触很多。其实周游啊，他是中视第一个签约的演员，你也是第一个签约的演员，所以他对中视啊感触非常深。我们一看到中视演员，你一来就是当制作人，没有没有，我先演戏演好久，点念啊，对。因为啊，他真的，他一生可以说全部付出给中视，有中视。他做了多少的连续剧？像《亲情》《爱情》《梨花泪》《一缕相思情》，数不完的。对。现在韩剧那么疯，其实很多都当时抄他的题材。是啊，那这个讲起来真的是我们这边的是先路，然后才有香港的对题材跑出来。没，《神雕侠侣》他比我早看，不过我最近。值得安慰的，有看到世界的什么杂志哦，说有看这个《神雕侠侣》，谁做的最好？说香港也做，新加坡也做，现在大陆也做，台湾以前《神雕侠侣》，他说做拍的最好啊，而且说最成功的，大家印象最浓的，感情最浓的是台湾中视拍的，我和那个杂志欢迎这个。就很窝心了，这真的是为国争值得骄傲，为国争光，真的真的真的，好不好？那感我们的那个，这个是我们董事长特别的创意，非常谢谢阿公，谢谢曹勇。